我们快要回城了，我想拿一个南瓜，七宝鱼味了。这就是我们的南瓜，大的、小的、长的、圆的都有，就拿这个吧。今天下雨，把这坨排骨拿来炖点汤。可以，可以。吃哦！我宰好了，你去炖一下，我来宰锅子喂鱼哈。好呀，等我去炖嘛。先把排骨洗一下。放点火菜在里面，我们要放点盐。今天这个排骨实在太香了，我尝一下味道合不合适。太好喝了。我今天早上吃多大碗面，中午一般人都不想吃饭了。今天有点冷哟，都有想穿袄子的冲动了。你都不加衣服了？今天只有十几度，我早上起来准备穿袄子的，我穿上一点儿，就差这一点热。就是我姊妹之间遇到一下子哪个孙子一样，就老的孙走了，我们下代是聚该聚的聚在一起，是吧？那叫五十岁了。人该走来往的来往。像当哥哥的还是可以。哎，快点吃嘛！吃了吃喝个汤，这个汤都香的。嗯，是吧？喝碗汤可以，汤不错。最后来喝点汤，这汤特别好。今天突然降温，我们老家特别冷。我是婷妹儿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个关注，拜拜。